好，开台。好，推。把拉呀，把拉吧。确定有、哎，没问题。八点了哟，点到六，方法，你干嘛？你知道点右键啊？你不能推它。啊，要点右键。点右键才可以拆掉它。没有啊，我要把它用在中间一点。哦，用右键可以用啊，你为什么不用？啊！别起来了，别起来了！太多骚了，太多骚了！要什么什么什么？问号啦！今天我们监控围城，但是呢，多了一个轮。轮哦，由繁星介绍来的，但是呢，繁星却不在。你是不是把繁星拿去哪了啊？哦，请自我介绍。你是不是关麦？你关麦？完了完了，不愿意跟我们讲话。完蛋了！好气呀！你竟然呢？哎，你动都不动啊？我知道他去大便了。不见了。哈？我走。他在走，太突然了吧？还是他第一次被霸凌？没有，他关麦啊！你第一次是关麦的，万一。不小心点到，还是你没有要跟我们聊天？啊、是他听不到。你是关麦的哦。哎、可他没有关我。有了有了。哎呀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请自我介绍。我吗？对。我是麻衣，叫麻衣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好。然后麻衣快玩得很烂。没事，我们这边也有很多菜比吧。我也很烂，超烂。来为你介绍我们每一个人 ，table 顺序介绍。走过来，笨鸡。Hello， 笨鸡是我们朋友。对对对，他是指令大师，他不是实况组，但他指令大师。哦，下一位跟你讲，下一位更厉害了，下一位玩什么都厉害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我先 K 他，我先 K 他。谁啊？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是迪叔。迪叔。呀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好。好，我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换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雨月。你好，在你旁边这里。哎。哎哎。你好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是发发。我认识啊，我知道啊，发你看。哎呀、哎，有熟的，有熟的。来哦，有一个认识了，好棒。我叫巧克力，他是西瓜，他是西瓜。我是巧克力，我是巧克力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哎，我是小雨。他臭蜜蜂。小雨，小蜜蜂，小蜜蜂。哎，下一位，我是露米。露米。很雷的，很雷的，可爱的那个，完了，没关系，我也很雷，我们可以当雷雷姐妹花，哎，我们一起雷，我们当雷雷姐妹花，好，你左边，我右边，最后一位，哎，我是熊猫团团，你好，好，啊，你的脸怎么在侧边？啊、你认错人啦、啊啊！那是雨月啊，尴尬、啊！这个，戴耳机的，戴耳机的，这个，大众耳机，大众耳机，哦，这个大众点的，有点大众耳机，没关系，慢慢认识，游玩有问题都可以说。有了有了，那这个监控围城上次已经有做更新了，2020有做更新了。所以史莱姆那些啊，女巫啊，应该都没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应该对，尽情的来 play。那个苹果旗不会玩的，应该也会有两个 USB 在一开始。啊、我有提供建议，耶，太棒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怪他。我有跟他讲哦，大家都在听哦。那我们就随机分队哦。好，马一会跟我一队啊，我会教他。哎咻！好哇，你人真好。随机分队，你是个大善人，你是个大善人。再分一次，有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加油！加油！那个Lumi，我给你红包，你知道的，哈，加油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求生者下楼。
来玩一下来。怪物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先求生，就是先打怪物。哎、哦，就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这个、等一下是玩那个王国，想要观众场的也可以都准备。嗯，来跟他们说说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就是教你买装，慢慢来。好。哎，那就来准备 ，Go Go！ 好的。团团加油！哦，我了团团，你救我死最多。来啦，监控围城，菜皮八队，菜皮八，我们很棒。爸爸，听说你监控围城都没有赢过哦。来，那个蚂蚁先过来，先教你们牛排，先买个半组，半组就是32个，点右键就会买。啊，你现在按 tab 可以看到你的那个 ID 后面有数字，那个就是你的钱。哦。对啊，至少先买个32块啊，等一下有剩的钱再来买，有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来这边武器有4把，任选一把，选一把就好了嘛。硬要啊，还在买，买很久。推荐是买那个前三个啊，买消防服不太推荐。啊，我买了耶。迪叔，走开。走开！对，然后买完之后，这个磨刀石也买个4个，大概就会够了。这就是我说武器你打会消耗耐久，那磨刀石就可以拿来补耐。对，然后呢，后面这里有一个，最后面这里有一个甲板，买一个，它是摔断腿的时候可以治疗。对，然后止痛药可能可以先买个3、4个、5个，它是使用的话会无敌。对，那剩下的钱就是财富自由，看你要买什么枪。枪的话在这里，左上角是手枪，右下角是散弹，选一把就好。啊，对。那买完枪之后，另一边就是它的子弹的弹夹，就可以尽情的多买一点。OK， 买一 OK， 可以。好，对，有个回应，耶、yeah。我也要防毒面具耶！ Yeah！ 防毒面具其实不太需要啦，我觉得。对，我只是想买而已。那我来锤木板。蚂蚁选小枪是不是？那你那个弹夹记得多买一点。多买一点，不然你会没有子弹。迪叔，迪叔，买木板给我。臭我买3片。我已经没有足够的钱了、欸。我买6片哎、欸。好好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我要买锤子。现在可以给你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耶。木板是干嘛？你们都没有买盾牌吗？没有。看，哦、真的假的？看个人呐、啊，没有也可以。那剩下的钱，剩下的钱就尽量买牛排，好不好？牛排多一点，吃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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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剩1块钱还可以买饼干、哦、或平面包，面包不错。啊，应该买西瓜。西瓜。团团，你还一块，团团你还一块，团团团团团团一块西瓜，西瓜。啊，我买了，西瓜一片，对，左下角，左下角西瓜，一片，一人一片最公平啊，我们就放左手，没有盾牌的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哎呦喂啊，仿佛有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，好不好？啊，哎、哦，那蚂蚁大概就是这样玩，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，就是开枪。然后枪的补子弹是按 F 去装弹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那现在是准备开始，那、啊、跟我们一起进屋，我们到二楼，平常防守就是在二楼这里。打敌输就好了，不行。二楼这里就是尽量防守在这。蚂蚁，你别跑，看着我 ，Look at me。我这边好。这个中介箱就是升级的，那等一下再使用。这里有没有已经有怪来了？小心，这个是猪，猪很，对对，你举盾。对不起，我不该买这个斧头了。猪是那个，就是它很小，所以你要打它下面一点的地方。对，然后不好打。这么下面嘛？这么下面。是。有，那它怪物也会自动产生啊，所以就要小心。那平常就待在这里，不要乱跑。好，哦，来了，又有了。现在有。哎、欸，我记得好像放副手。好，你们现在我先敲敲木板。我有敲木板障碍。我打蜘蛛障碍。那个牛排，尽量吃。
有损血的话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后退吃牛排。对，先吃牛排。那个救一下方法，救一下方法，我去弄木板。嗨。嗨。小心小心，方法记住就是有损血躲起来吃牛排。对，然后蹲在他旁边就好了。对对，按蹲下就可以了。OK OK， 好。好好好好好。没有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蓄势待发了。啊，平常尽量就是用近战去砍啊，危急的时候再用那个。再用枪枪。哦，又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你们还有木板吗？我刚刚都我的都给你了。我有，我这边有丢木板。睡哦，睡哦，睡哦。李叔呢？有，给你。赶快给啊！还有货，你有得敲吗？你没得敲啊。嗯，不买什么？不买锤子，木板就是锁玻璃的啦。哦，它这个强化台是要怎么用？打开就好了。打开把你的装备放上去就可以消耗等级去强化，基础要25等。救我！啊，你后退，你对，没事。哦，没蹲的。啊，你跑，对，你跑就可以。对。有。你跑，你别停，别停！有了，中，好，你跑，我来了，因为他终究是麦快啊，所以他一开始追你，基本上就持续追，反过来就是你跑就对了。好，吃好牛排。我下一次玩这游戏，我再也不选消防服，好难用。防具都先升那个保护哦，不要升到别的哦。这个游戏跟我平常玩的游戏不一样哦，比较特别哦，不一样。哎呦，哎呦，锁玻璃，锁玻璃，蛮好玩的，其实。酷吧？好玩哎。火是先生掠夺，啊，掠夺满满经验。哎呀，坏，坏。掠夺，有有都锁住了。我先升掠夺了。我也要升掠夺，我不够。地狱组合。来，那个蚂蚁教你磨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打这只，我先打这只。哎、欸，等，打。哎、欸，还有那个安德怪哦，猪就是就是打他身体的地方，看他身体的地方去打。没错。所以就是在比较下面没有敌手的、磨刀的话，就是你副手拿武器，主手拿磨刀石，他就会开始磨，就会磨了，很吵。我要去买磨刀石。对，好、啊。对啊，刚刚一步一脚印教，就有人不听，不晓得在干嘛啊。我有。你没有，你只在那边拿着消防斧在我面前，不晓得到底想干嘛。敌叔。怎么了？李叔，你都学坏了。我没有，乖乖。啊，你们新手就不用下来，不用抢怪，重点就是活着。好，活着。我们只是偶尔，偶尔去掠夺一下怪。看，对，你他爸爸，你就走。哎，然后我一直跑。臭猪猪。哎呀，我掠夺已经满了。好好哦。对，交给我。我的满满经验啊，不得了啊！啊，我的天啊！我打！我打！好，打掉了。哎、欸，小心哦！啊，这个河豚怪会那个中毒，所以不要被他打到，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只要看怪追你，你就往后，让队友来打，那就是最安全的。好 ，OK， 对，那装备是这样子，你就是轮流升盔甲。就是衣服、裤子、脚脚轮流升，你不要一就都只升一件，这样不太好。对 ，OK， 还一次要25等啊，第二次就要比较贵哦。我后退哦，这好多、哦、没血了，注意血量哦。OK， 上面，哎，你不要，比如说跑，当遇到这种很多怪的时候，你就是掏出枪来。